来，我、哦、上到第几页啊？40页哦。哎，怎么一直听到什么西兰叫西兰叫的？西兰叫都不用揪我是不是？来，鼻子手机给我拿过来。一样，你不能再看脚毛，反正手机给我交过来。不能看脚毛，谁叫你上课看脚毛的？可以啊，抬起来啊，可是要把内裤脱掉。你上次要迟到，然后请帮帮你买晚餐，他买什么？你很生气耶，就操他妈的，我上次上课快迟到就要帮我买晚餐，还给我买一个饭团跟一个牛奶，我差点饿死在教室。那、啊、你帮他买什么？麦当劳。啊，他帮别人买麦当劳。我靠，你牛奶给他选40块的，啊，吃的东西给他选个20块的饭团。你当作在帮女朋友买吃的、哦。我都没看过他喝牛奶，你居然会买牛奶给他喝。